琼花，你找找我们海南岛在哪儿？在这儿，你看。这么小啊！你再找找我们椰林寨。 是啊，刚才我们走过那个地方，多大呀！可是到这上面，连个影都没了。琼花，你想一想，要是光靠个人的勇敢，能解放这么大国家吗？啊，你真会开导人呐！别笑。 我是诚心诚意的，我就不明白，你怎么能懂这么好多好多的事情？看这么多的书，这么大的学问。<笑>我有什么大的学问？小时候，跟着父亲在轮船上跑南洋。 十多岁才上学，我是广州海员工会，拿钱供我念的书。本来倒是想念中学，可是工会叫反动派给血洗了，我父亲叫他们装着麻袋，扔进了珠江。妈妈呢？ 不知道，我父亲死了以后，他两个眼睛就瞎了。也就是说，哪一个无产者，都是眼泪泡着心。 单凭这一点，哪一个无产者都敢点一把火，把地主的房子给他烧掉。可你要是想点一把大火，把旧社会烧掉，那就得紧紧地依靠集体，整个的阶级。我一个字，一个字都记住了，一辈子。